在很多重大比赛上出现的失误，比如说在北京奥运会，他的高地杠是获得第四名，像今年去年的世界冠军，今年居然没有进决赛，所以就是非常意外。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现在进行到了第三轮，这轮当中，中国俄罗斯将比平衡木，现在正在比赛的是俄罗队的塞梅诺娃。在经过了前两轮之后，目前中国队两项总分排名第一，美国排在第二，俄罗斯排在第三。团身侧空翻，塞梅诺娃在今天的团体比赛当中只比平衡木这一项。后跳180前软翻，这是个D组，再接小翻拉拉提，这样是 DBC 的连接。下法毽子，后去两周下。这次俄罗斯队派出的六位选手当中，有两位参加过北京奥运会，其中塞梅诺娃就是一位。那么另外的几位选手呢，都比较小，都只有16岁，像穆斯塔芬娜还有纳比耶旺。平衡木这个项目呢，资格赛的难度来看呢，俄罗斯要比中国队的难度首先要略微低一些的，但是呢，当时在资格赛这个项目上，从总分来说他们略微高一点，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靠完成分高的。但这次好像决赛和资格赛的裁判系统、裁判组不太一样，是吗？他要采取这个裁判的回避制，就是说一组这个打分的裁判，如果你有这个进入这个决赛的国家，就不能再担任这个一组裁判了。这样的从构成上来说有一些变化。刚才塞梅诺娃这一套平衡木的话，上面有两个晃，然后下法还有一步。从编排上来说的话，难度的话也不会太高。因为平衡木啊这个项目的话，从第一资格赛来说，俄罗斯还是完成的算不错，得分还是比较偏高的。在这轮当中比跳马的是英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刚才英国运动员做的这个动作是建的小翻上板的后肢540度。英国选手卡里恩斯，得分是14.630分。他这个起平分是5.2分啊，725.8，900呢是6.5。塞梅诺娃14.30。对，没错。他是这次俄罗斯队比平衡木项目上就成套难度最低的一位，他的难度是5.8。那么他的两位队友难度都有6.2、6.3。再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这一轮当中比自由操的是美国和罗马尼亚，现在场上的是美国的波罗斯。波罗斯这次呢，在女团比赛当中，他基本上是上了所有的项目，他也是一个比较全能的一个选手。在资格赛之后，波罗斯的全能成绩是排在第二位的。Now on Boris
Vanessa Ferrari.比较强的项目，他们前面已经比完了自己的两项，后面要比的是自由操和跳马，这都是美国队比较强的项目。所以呢，从前两轮之后看，美国队现在这个争夺这个金牌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平衡木呢也是中国队的强项，平衡木的中国队的崔璐和这个邓玲玲，他们俩的起评分和完成的质量都是在整个参赛运动员里是最高的。虽然崔璐在资格赛时候在做四大结环跳的时候手扶了一下木，失去了进入决赛的机会是非常可惜的，但是他这套动作他整个的其他的难度，他失败了还得了14.4分，比刚才塞维诺娃成功得的这个他再得14.3分，所以可以反映到这个运动员他的还是很有潜质的一个运动员。所以他怎么样把你的训练成果转化为比赛成绩，这是我们一个锻炼队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美国队在女团比赛中要上就自由操这个项目上上的三位选手，那么波罗斯是全能的一位。先来看一下，这是乌斯塔芬娜的平衡木。俄罗斯队已经前面两个运动员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自由腿低于水平的立转720。后环转了他180，交换腿结环。身前空翻，后手翻腿八千转翻，前面是个地，后面是个地，又做了一个挺身侧空翻，又是个地。1080度下，他这个下巴，下巴很难，对。一般都做900下，那么1080度下是 F 组的下法。穆斯塔芬娜这个运动员，他的能力还是非常强。他在四项里的 D 组的分，在全能中的所有女子运动员里是最高的。他也是今年俄罗斯里这个出来的最有实力的一个选手。15.033。去年俄罗斯女队还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么多，就是刚刚过16岁，也是获得成年组比赛的选手，今年一下就冒出了好几个尖子。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这个青奥会，我们就看到俄罗斯的这个青少年组的选手，像科莫娃就已经非常具有潜力了。所以可能在明年她满16岁参加世锦赛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实力的全能型的女将。美国跳英国队的跳马顿尼恩跳了434，5.8的一个动作。由于这个夏季奥运会在伦敦举行，所以说英国的男女体操队的这几年的成绩也在突飞猛进，所以他们的体操协会也是在大力发展在英国的这个体操项目上的推广。女子运动员有特维德尔，她的自由操和高低杠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男子有史密斯，他在鞍马上也是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所以一个项目的发展它离不开这个政府的支持和这个大型运动会的推动。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轮当中，自由操场地的是美国和罗马尼亚。马上要上场的是美国队的 Reisman， 那么他呢是也是很年轻的一位选手。今年在女团的比赛当中，他要比像平衡木、自由操。从资格赛来看，他是美国队这次上的自由操三连选手当中难度最大的一位选手，他可能可以做5.7的难度。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周，这跟刚才的科威德勒很像 ，CE 的间接连接能加0.2。后空翻1080，一组的难度。这个1080转的还是比较正的。两周 D 组，结束串，后区两周结束，也是一个 D 组。他只有16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重大的比赛，应该说完成的非常好。这样美国的三名运动员在自由操的这个项目上都较好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美国队现在已经比完了自己女团的三项，最后一项呢也是一个比较强的项目，他们要去比的是跳马。在前三轮之后，美国前两轮之后，美国队是仅次于中国队暂列第二的，而且后面两项都是他比较实力强的项目，像自由操和这个跳马。的后区两周，那么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动作它在自由操当中算是下法，所以它必须要有达到 D 组以上，你才能拿到的2.5当中的那个0.5，它是要有个组别的0.5。意大利队的利切塔的高低杠。